回来了啊，看电视呢。今天发工资了吧？赶紧拿过来。哎，那个老婆，你得给我多留点，我一同事生孩子，表示一下。给，表示去吧。这怎么拿得出手啊？这什么叫拿得出手啊？怎么把家底掏出去你才高兴呢？爱要不要？哎，我妈一会儿就到了，晚上吃什么呀？啊？吃什么？你问你妈，你问我干嘛呀？晚上不回来了，你们自己吃吧。哎，哎妈，来了。哎，妈给你带的菜，自己家种的，挺新鲜的。哎，圆圆呢，二舅？啊，他知道你今天要来，我也就赶紧出去买菜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哎妈，好，你先坐。哎，嗯，来了，哎呀，哎，我说你开门能不能快一点？哦，赶紧把这几个菜炒出去。我让你做饭的，愣着干嘛呀？哎，好好。妈，哎，您怎么来了呀？我刚到，和你前后脚啊。对了妈，这个给您。我之前呢听俊明说你腰椎不好，这个特别有效果，你拿去用。谢谢圆圆啊。妈，来，这些钱您拿着用。哎，我不能要你们的钱。您不要我们的，要谁的呀？您放心，俊明每次发工资都会给我，我帮他存着呢，我们够用。我们陪在你身边的时间本来就少，您更要对自己好一点啊。哎呀，原来那钱不是你花的呀，不早跟我说。我要是给你说家里还有钱，你还会这么努力工作吗？哎，圆圆，我们家俊明啊就在这边管。哎妈，您走了一天也累了吧，赶紧换个衣服洗个澡，您这衣服都有味儿啊，我帮你洗洗。哎呦，不用不用，我这衣服洗不干净啊，一直都是这样有味儿。妈，家里的洗衣机是不是很久没清理过了？洗衣机还要清洗吗？当然了，妈，这洗衣机呢，超过3个月不清洁，那就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，不仅越洗越脏呢，还会滋生细菌。这洗出来的衣服呀，不仅有异味儿，这浑身还发痒呢。妈，咱们家呢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墨某洗衣机清洁剂，又方便又有效，您记得拿回去用啊。哎呀，这我也不会用啊。这个很简单的，这个洗衣机清洁剂啊，用起来非常方便快捷，只需要把它倒入洗衣机内，选择正常清洁模式，等它运转半小时左右，就可以把洗衣机残留的污渍细菌全部清洗出来了。你看，这都是洗衣机里的脏东西，要是不及时清理掉啊，不仅衣服越洗越脏，身上呢还可能会发痒长包包。而且呢，这款洗衣机清洁剂不仅能够清洁污垢，还有杀菌的效果，衣服洗干净了才能穿得放心嘛。这个东西真不错呀。哎，圆圆，你这个在哪里能买得到啊？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了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啊。